8月23日0时至24时，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。截至8月23日24时，朝阳、海淀、昌平、房山四个区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、龙悦园二区、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，目前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。